Wacky Boys， 欢迎来到模仿教室。这次模仿师呢，要教大家的就是沈毅。哎呦，很冷门的角色、哦。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把它挖出来看就很有意思。没有一点不好意思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模仿就是 Inch。对，开始疗愈了吧？疗愈疗愈。要成为沈毅的第一点就是，我们常常很容易不服气。对。然后想要别人再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懂了懂了。就老师示范是给你们看，来来来，常常有人都说，孙孙你真的很棒，哎，还有我一听就生气，那重点来小跑步，一定要小跑步，看起来很诚恳，一定要小跑步。老师，我真的不服气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不服气。我还有更棒的方式，老师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有更棒的棒棒，等着你来棒。对，懂了，够诚恳，然后小跑步。对，来，我现在给你一个设定啊，来，姚轩学员，然后杨伟跑步，老师。我实在是不服气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或者说我有别种阳痿的方式？准备好就开始阳痿。我抓到一点诀窍了，老师。对，孺子可教也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伟哥学员，你的面相真的很不服气啊！杜好，平平台林，实在是不服气，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或者说，我可以尝试给你一些不同风格的整容机会。马上进入第二点。对，刚刚不是求完情了吗？没错，老师给我们机会了，但很突然的，很着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开始找我的 WiFi 了。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开始找我的 WiFi 了。这么突然啊？开始找 WiFi， 不管何时何地。对，不管在郊区啊、市区、医院、百货公司，在哪里找 WiFi 就对了。我懂，我有4G。行动数据关掉，还是找是不是？好，一定要找 WiFi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开始找我的 WiFi 了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找 Modern Five 也可以，找别的 Five 也可以。明天去上班发现我被老板fire。对，有个学员，不管怎么样的，不管哪里痒的，我开始找我的 My Wife 了。Hey, My Wife， 我找到了，就是你哦。请回来，老师在上课。还没有人把我抓回去。对，老师，谢谢。对，算是怎么讲呢？就找到了。举一又反三了。举手可得。举六反九。之劳。举六反九。举手可得。举上不足，举下有余。第三点 ，WiFi 找一找，找不到啊，你的情绪越来越不稳，所以你就会生气、很焦虑，就想要一拳的把所有事情给砸碎。现在想要一拳的所有的事情砸碎。一拳的一定要加重音，对，一拳都要打碎。我懂了。对，我看到辣妹，我想要一拳的跟她爆碎。哦，可能要两拳哦。两拳的。想到安妮会怎么样？想到六九大魔王，我想把你的安妮熊一拳的打碎。看到安妮，安妮，看到安妮，我想要。可是我想要打多拳一点，我觉得把你六九拳的打碎，哎呀，六九，对，也可以。第四点就是 inch， 当你可能有点小糗，或者是没有不好意思，有点羞羞脸的时候，你要很有自信的说，对，我的叉叉就是 inch， 没有心里没有一点 peace， 没有不好意思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饶舌就是 inch。看例如，你怎么在路边尿尿？我路边尿尿怎么样？我没有不好意思。没有点 peace， 但我告诉你，在路边尿尿就是硬气。对，很硬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你的眼皮好单哦。我眼皮很单，没有不好意思，没有点 peace， 但我告诉你，我的单眼皮就是硬气。你鼻子很挺，我的鼻子很挺，挺得很挺，没有不好意思，没有 peace， 我告诉你的鼻子就是硬气。这你可以延伸，我肚子就是散。啊，我懂了。对，我早上起床有时候会有点。硬起来，对呀、那我也是，我之前要把马子都把不到，都骑不到，但是我还是硬起，不会吧？现在老师一到四点，示范是给你们看，好，没问题，好吧，大家来验收，老师是快很准的、我就跑，我真的不服气，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得看找我 WiFi 了，我一拳的把它打碎，那我告诉你，我的模仿就是硬起。老师，你这一气呵成超强的，你前面观众可能听不懂，但是你融在一起，融会贯通了，融合一根肠子通到底，哎，很猛哎！姚轩学员，来，老师验收。老师，我实在是不服气，可以再有一个机会吗？哎，开始，我耳朵，我的 WiFi 了 ，WiFi 找不到，有一拳的，把 WiFi 打碎。
但我告诉你，我的模仿就是 Inch。 哇，有没有一整套做起来是不是很舒压？对，很舒压，有一种小尴尬的感觉，喜怒哀乐都有。我觉得算是打个80分，我可以更快。你确定？有没有可能1.5倍速？直接给你2.0的速度，2点倍速来。好，准备开始。有没有通体舒畅？这一次好像是伟哥学员获胜哦。对，我觉得他表现得比我好。没错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模仿试招。下次可能考我们的粉丝、我们的朋友，在路上看到我们，直接神一到四点给我们看。然后想看我们以后模仿谁呢？在下面留言，我们都会拆解给你看。拆解就是一起还在传。